您给我们来一段呗。好的好的，前几天听一个叫下雨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旋律好像特别适合马大姐。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我见过马头琴演奏那么多次，我今天第一次注意到两根弦。原来马头琴揉弦不是直接放在弦上，它是用手指头外侧顶在这儿。现在不同。我刚才在说，我说，哎，他怎么手指头没摁在上面？我刚才一看，原来全在这个空当里。马头琴我们能学吗？一块去学啊？真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可以啊。我们这样去尝试，不会有对马头琴不尊重。没有没有，一会儿我们去试一下。马头琴嗦哆弦定下来，一个嗦一个哆，把嗦和哆拉好的话，它就完全进去，就像那个斯托林格斯的那个弦乐曲一样，他就拉一音，但是他也在乐队。他们呀都是零基础，您就教他们嗦和哆，待会儿我就学学泛音就行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去。老师，我们到哪儿去跟您学？到对面。好。